棒球让我们有共同的梦想，关键的一个投打打席，这个球打到右外，一起疯狂，一起感动，一次一次呐喊，这一刻我们不分你我，棒球让台湾更强大。玉山杯，中华队梦想的起点。最热血的高中棒球锦标赛，台湾甲子园梦想开打。6月2号免费进场看球，再送你去釜山看世界杯。